就是说台南这个枪击案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刑案。那郭在清他的角色非常特殊嘛，那到底他涉入到这个案件到什么程度，这一定要查清楚嘛。那两岸共打，然后让这个嫌犯可以押解回到台湾，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这一个肯定的一个方向。不过这个检方台湾的这个检警也应该拿出态度啦，如果说你一个重大刑案发生了，然后你还可以做统治出去，然后这个案件还是没有办法厘清的话，那人民要怎么能够相信说政府有打击这个黑金，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个打击这个治安败坏的这个决心？那我必须要回头来讲，像陈忠彦这个案子也是一样。陈忠彦在十一年前发生这个案件，这涉及到的这个可能有贪污的这个问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可能有官说的问题，那可能有甚至去这个情色的这些问题，那这一些问题基本上就是应该要查清楚，到底为什么当初可以查到一半的时候，哇，完全都没有下文，那是不是因为政治的介入等等之类的？这都让人家非常的忧心嘛，那这个礼拜三内政委员会就要来排审所谓的这个排黑条款，那其实大家也都在看啊，究竟你要怎么排黑，然后政治跟这个黑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观察的一个重点。那我讲回来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缺蛋然后这个缺药的这些问题，我觉得缺药这个问题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结果你可以看到王必胜的说法是说，那这个缺药的问题这个原因多端所以呢我们现在还要再了解说到底这原因是什么，这开玩笑，这大家怎么能够听得下去？缺药这是救命的，这个是生命的问题那表示说你都没有在关注，都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嘛。那蛋的问题也是一样，蛋的问题几乎去年我在经济委员会这个谈的已经非常久了，那究竟你要怎么拿出对策去处理，那一直到现在还出现这个问题，那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反而去网军，那去攻击这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这都是非常不对的，这是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对策。那我觉得现在执政党，执政的这个民进党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说，他似乎只是想要以补贴啦、发现金啊、撒币这样的方式，把许多的问题，然后透过这种短期性的问题去解决。但是呢，这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其实根本性的这些制度性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并没有去解决。比如说这个缺药的问题，其实跟整个健保体系的这个亏损，包括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病症，新药的核准都非常非常困扰，甚至很多都是癌症的这个用药。那这个健保亏损的问题，或者是说劳保亏损的问题，乃至于台电、中油等等这些亏损的问题，那你讲都是透过你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性要怎么解决，而是透过比如说像现在超征税额，现在刚刚通过的，哇，来哦，那我们就分一点嘛，这个劳保亏损来我们分一点，健保亏损我们分一点，然后台电亏损亏一点，那把这个超征税额把它稍微分配一下，结果问题在哪里？没有去解决嘛。真正你提出的对策是要去解决说这个制度上面如何造成这个亏损的原因，并且我们能够在系统上面去可以把它处理，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当然它的问题，这些缺药的问题，或者是这许多的这个病症，它只是一一的浮现出来而已，你并没有去解决实际上应该处理的问题。现在很多因为不能用原厂药就用学名药啊，他说成分都一样，但是有医生就讲说它好像效果还是有差别，效果差，而且它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健保署对这点要特别注意，真的，你不能只是说、成分一样啦、反正有学名药啦、专利药比较贵啦、专利已经过了就用学名药，那学名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真的问很多医生，就说能够开原厂药，他就愿意开原厂药，不想开学名药。那台湾这些药厂应该检讨为什么会这样？你那个 GMP， 那你整个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就有人就认为说不完全一样哈。那另外当然这次两岸共打能够把两个主嫌呢姓孔姓洪两个送回来是好了哈。那我在想，就似乎也好像感觉上最近大陆比较有善意哈。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常常觉得嘛哈，就是当然你可以讲他是统战啊，但是软的总比硬的好嘛，总比那个飞机每天过来船过来好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了哈，就是说你那个小三通应该赶快全面开放。
你现在不只是现金马嘛，本岛不行啊，台商台生都不能够用小船弄回来，广东福建的。另外呢，原来我们有61个直航点，现在只剩下4个，机票又贵，班次又少，好，那你既然大陆方面说愿意先开放16个，那就先开放16个嘛，不一定要一次恢复61个，但是可以有16个，从61变4变16，我觉得这也合理啊。甚至你大陆的观光客要不要让他过来，现在还是不能啊。那很多行业去中南部那种观光业都很惨的，很多店很多那种卖纪念品啊等等这些都很惨的。那你要不要考虑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双方呢好好的各退一步了。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